你不舒服啊你？寒背吧。寒背，驼背、嗯。平时都是做什么多的你？做什么多？啊，就平时你是做这啊，直播啊，或者是怎样啊？没有，就一直都是这样。都是这样啊。Okay, 大概我的腰会每次都会痛。啊，每次都会痛啊。嗯、OK。欢迎 start 做 treatment 啊、嗯、哈，可以让你放松吧，手放在，好了。帮你调你的颈椎骨啊，我从这里深呼吸，呼，给它这里深呼吸，呼 ，OK， 不痛，不痛，不痛。帮你调你的手啊，给这手盖着耳朵，嗯，对，然后手慢慢放下来，嗯，对啊，放出来。三，去后面手指前手指，看一点点，慢慢顺着我下，嗯 ，OK， 对呀、啊，放松啊，吸气，呼，放手盖耳朵，嗯，对呀、啊。再来吸，呼，给吸，呼，吸，呼，吸，呼，让你打侧睡啊，睡一边，啊，哪里都可以，在这里，脚腕，脚趾，给啊，放松松啊，给另外一边。脚趾，手放在这里，然后松松啊，给睡在脸上，会痛啊？不会，还可以啊。手压它按一下先啊，嗯，放松松，对啊，可以放松，嗯，先放松，可以开一开那个脚，帮你开那个盆骨啊。一点点呢、啊，那可以痛哪高一点点 ，OK， 放下来，可以睡高一点点了、啊，所以啊 ，OK。